如果你之前在 Matters 已经创建了一些标签，那你现在想重新去管理它们也很简单，在我的个人主页这里，点击进去找到标签这一栏，然后这里就已经为你收集了你曾经创建过的标签，在这里点击你现在想去重新管理的标签，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，点击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为这个标签去编辑它的封面图。名称还有描述。那编辑之后点击确认，修改就已经完成。同时，你还可以继续为它添加新的作品，进行搜索。那这样的话，就会为你的原来的标签新增了新的作品。这一系列的编辑就已经完成了。